我们可以打开白色锦囊，依途中所示，入侵而行。如今处有一条小河，旁边有茅屋，到达时拆红色锦囊。 就是这里了，可以打开红色锦囊。此女之伤，当时唯有段皇爷可救。段皇爷，不是和你爹齐名的南帝吗？这段皇爷，不是大理的皇帝吗？我们这里大理，隔着万水千山，三天之内怎么能到呢？你别急，下面还有。段皇爷。 为避祸而隐居，万人万难得见。若说求医，更犯大忌，于乔更毒会先下毒手，故需假言奉尊师洪七公之命求见，待见南帝亲面将黄色锦囊中的图交与他。这是唯一的生机。蓉儿，他为什么说是求医更犯大忌？于乔更毒为什么会先下毒手？我也回答不上这个问题。 现在我们只能按写的去做了。可是，怎么了？我们得撒谎，说奉七公之命，才能见到段皇爷。可是，我既不想撒这个谎骗段皇爷，但是我又怕不撒这个谎他会不救你，怎么办呀？金哥哥，能遇上你这么个忠厚老实的人，真的是上天对我的眷顾。你别愁了。 实话实说就行。那好吧，咱们走。小红马，你就在这里等我们啊。走。哎，金哥哥，你看，渔樵耕读，哎，这位一定就是渔夫了，他一边钓鱼，一边挡着这条路。 看上去不好对付啊，蓉儿，走。这是什么鱼啊？哎，老子等了半天，马上就要上钩的金娃娃，却被你给吓跑了。你知道这金娃娃多难抓吗？金娃娃？什么是金娃娃？这个村里深受毒虫之害。 金娃娃以毒虫为食，只有抓到金娃娃，才能消灭毒虫。金娃娃，不就是金色的娃娃鱼吗？我家里也养着几对，不算什么罕见之物。你家里有金娃娃，而且还有几对？嗯，哼，吹牛呢吧？是真是假？去我家里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你家是哪里的呀？说近不近，说远不远，三四千里路是有的。丫头。 你在逗我玩是不是？你们来干什么？晚辈有事求见段皇爷。你们找他做什么？我们……哦，原来是找我师父治病。你们回去吧，我不会放你们过去的。前辈，这位是桃花岛黄岛主的女儿，也是九指神丹洪七公的弟子。 七公现在将丐帮帮主这位传给了他，请你看在两位前辈的面子上，放我们过去见段皇爷吧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姑娘是现任丐帮帮主？哼，我才不信。前辈，这个是丐帮帮主的打狗棒，你应该见过吧？你们是放了洪前辈之命？正是。 我们奉师父之命，拜见段皇爷，有要事相告。洪前辈让你们来见段皇爷？是啊。当真是段皇爷，不是别人？嗯。哼，实话告诉你们吧，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段皇爷。你骗人！信不信由你，反正我不会让你们俩过去。
新娃娃又出来了。靖哥哥，你快抓出来给我玩玩好不好？好。忙吧，靖哥哥，快把桥打断！丫头，你敢使诈！卑鄙！我不会放过你的。看好你的娃娃鱼吧，别让他跑了。你。如果我的伤治不好，能葬在这儿，也挺好的。如儿，你别胡说。要是真有那一天，你只要经常来看看我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如儿，你别胡说。如果真的有那一天，我也断然不会多活在这个世上。金哥哥，有你这句话，如儿就满足了。靖哥哥，这里好像没有路了。城池俱坏，英雄安在？云龙几度相交代，向兴衰苦为怀，唐家财起虽家败，世态犹如云变改，气也是天地差，池也是天地差。若儿，他唱的什么意思呀？应该是说，沧海桑田，世事兴衰，人世间的事情，不过是过眼云烟。靖哥哥，放我下来。啊。听姑在锦囊里说，渔樵耕读，想必这位，一定就是樵夫了。渔樵耕读，应该就是段皇爷的手下。这个樵夫的歌声，听来内力浑厚，武功应该不弱。那耕读两位，又不知道是什么人了。靖哥哥，我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你知道他为什么只顾着绑柴火，不理咱们吗？因为能到这儿来的，都是渔夫放上来的。这个樵夫一定是想我们两个能上来，肯定也是经过渔夫同意的。哦，难怪他假装看不见我们。他现在应该对我们没有戒备之心，只要我们想办法讨他欢心，他就会放我们过去的。可我不知道怎么讨他欢心。这个樵夫一定是归隐的将军，想必当年显赫一时，只要我在歌声里面赞美他不在乎功名利禄，安享山林的隐居之乐，他就一定会高兴的。柔儿，你真聪明。峰峦如聚，波涛如怒，山河表里潼关路，望西都一池竹，伤心秦汉惊行处，宫阙万间都做了土，兴百姓苦，亡百姓苦。唱得好。好在哪里？青山相待，白云相岸，梦不到紫罗袍共黄金带，一毛摘野花开，管甚谁家兴废谁成败，陋巷单瓢亦乐哉，贫气不改，达志不改。千金易得，知音难求，敢问二位所谓何事而来？这位大叔，我们是想到山上看看风景。哦，是渔夫大叔指引我们到这里来的。
可是我们到了这儿却没有路了，请大叔指点。上山的路就只有这么一条，你们要是有本事就自己上去吧。当时纷争今何处，营都变作土，树都变作土。靖哥哥，依他说咱们也别来求医了。为什么？反正人人都要死，治好变作土，治不好也变作土。你别听他瞎说，段皇爷一定会治好你的。活你背着我，死你背着我。靖哥别动。若儿，你别怕，有我在。靖哥哥，你快放开我，放开我！这个藤条系不住我们两个的重量，万一断了，我们两个都会掉下去的。若儿，你抓紧我，千万别松手，我会带你上去。靖哥哥，你放开我，不能死，你得活着。靖哥哥。你抓紧那根细藤，把我们俩绑在一块儿，快！不要，万一你死了，我也不会活。你听话。我不要。你不是说了吗？生，我背着你；死，我也背着你。所以，不管是死是活，我都会背着你。啊！啊！若儿，保佑我。年轻就都负担伤，多寂寥，星辰越换日陷煎熬，引路数云生几阵摇，人山多娇，风一魂魄与我尖笑，一生山比山高，半山腰，一生惊雷摇黄树梢，引路数一生惊折腰，众山多高，风一魂魄与我尖叫，一生咆哮。大叔，你举这个石头干什么呀？山上滚了巨石下来，我要是不拖着，我的牛就被砸死了，我以后怎么耕地啊？这我快扛不住了，小兄弟，快快来帮我扛会儿。好。若儿，你在这儿等我。新哥哥。来，小兄弟，我去把牛牵开。靖哥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大叔，你干什么呀？这句话要我来问你们。我靖哥哥好心帮你，你干嘛要害他？你们是来求我师父治病的吧？瞧你这样子，不说也能看出来。大叔，既然你已经知道，
那你就放我们过去吧。我师妹伤势严重，撑不了几天了。正因为她伤得重，我更不能放你们上去。小兄弟，看这力气，师出名门吧。说，你师父是谁？我师父是九指神感洪七公。洪七公，师父您来了。臭丫头，你敢耍我！是你骗我们在先，静儿，我们走。你给我回来！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力气那么大，一时半会应该没有问题的。你先坐一下。我们一路走来，没有看到任何路口。我想，这里应该就是上山唯一的路径了吧。鼓瑟兮，坑儿，舍瑟而坐。对曰：这应该就是于乔耕读的读了。子哥，我们去会会他。子曰：好。何伤乎？亦各言其志。前辈，晚辈想要上山，请前辈指一条明路。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；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。前辈，晚辈想要上山，请前辈指一条明路。欲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夫子怎么办？喟然叹曰：“吾与典。”《论语》纵然读了千遍，三子者出，不明夫子微言大义，也是枉然。什么微言大义，倒是要请教请教。阁下可知孔门弟子共有几人？这有何难，孔门弟子三千，达者七十二人。七十二人中有老有少，你可知这其中冠者几人，童子几人？论语中未曾提起，经传中亦无记载。我说你不知经书上的微言大义，难道有错吗？我刚刚明明听你读到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五六三十，成年的是三十人，六七四十二，少年是四十二人，两者相加不多不少，正是七十二人。你这答案倒也有趣。好，我就出一题考考你们，若是答得出，我就给你们指条明路，若是答不出，二位还请原路返回。前辈请吧。我出一上联，你们对下联。琴瑟琵琶八大王，一般头面。琴瑟琵琶四个字里有八个王字，果然是好对子。姑娘请对吧。咱们有言在先，若是对不出，二位就请回吧。慢着，姑娘对出来了。要对出此对子有什么难的，只是这一连一口气要得罪于乔耕读四位，我怕说出来前辈会怪罪。你若能对出，已是千难万难，若能对得工整，得罪又有何妨？读书人岂能没有这点度量。既然如此，告罪在先。这下联是魑魅魍魉四小鬼各自肚肠。魑魅魍魉四小鬼各自肚肠。妙哉妙哉，对仗工程，又取笑了我兄弟四人各成心机阻止二位上山。姑娘真是绝顶聪慧，在下佩服。请吧。前辈，前面是断桥，还请前辈另指条明路。心中有桥，脚下自然会有路。
前辈真是高人，他刚才冒犯了。姑娘小小年纪，竟能看得如此透彻，在下钦佩。二位，请吧。靖哥哥，什么都不用怕，背着我走过去就是了。好，多谢前辈。来，如儿。靖哥哥，别怕，走过去。好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如儿，像是个寺院。两位施主远道而来，不知有何贵干？我们二人特来求见段皇爷，烦请小师父通报一声。段皇爷？段皇爷早已不在尘世。你说什么？段皇爷不在这里，他早就不在尘世了。段皇爷不在尘世了？嗯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不信，不可能！小师父，你是不是在骗我？出家人不打诳语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那现在怎么办？如儿怎么办？靖哥哥，你冷静一点，不关这位小师傅的事。不行，我绝不能这样放弃。如儿，咱们走。我们去哪儿？我们现在就下山。天底下名医良药那么多，肯定能治好你的。啊，靖哥哥，我没有时间了。不，我们现在就下山，一定有希望的。如儿，靖哥哥，这就是蓉儿的命，你能陪我一路走过来，蓉儿已经很高兴了。这里远离凡尘，不如你就在这儿陪蓉儿了断此生吧。两位里面请。两位施主，你们今晚就在这里暂且住下吧。多谢小师父。二位告辞。来，蓉儿，我先输些真气给你。靖哥哥，没有用的，你不要再浪费真气了。对你的身体也是一种损害。只要对你有好处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如儿，如儿，如儿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不见？如儿，你说，说句话，快说。靖哥哥，我这次真的熬不过去了。不会，不会，如儿，你肯定有办法。你最聪明了，你告诉我该怎么办。我以后可能没有办法。
就这样抱着我就好了。靖哥哥，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？我记得，我当然记得，我们的每时每刻都记得。你跟我说的每一句话，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。若，你别说话了。若，若你都记得。靖哥哥，你别哭，其实这样也挺好的，至少柔儿可以死在你的怀里面。靖哥哥，柔儿累了，柔儿想睡一会儿，但是你记得。记得一定一定要叫醒我，因为我还想多陪你一会儿。我娘从小就教我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若儿虽然平时顽皮了一些，但她从来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。老天爷，你为什么要让若儿死？你如果一定要让她死的话，为什么让我们一路走到了这里？既然你都已经让我们走到了这里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给若儿一线生机，我求求你。求你了，求你救救柔儿吧，求你救救柔儿吧，哪怕一命换一命，我替柔儿死。老天爷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让我为柔儿做点什么吧。施主，请起。
贫僧一灯，你要找的段皇爷就是老衲。你还没死，你是段皇爷？段皇爷已经离开尘世了，世上只有一灯。求求大师，救救蓉儿吧。大师，给我这个锦囊的前辈嘱咐我，待我见到您之后把这里边的东西交给您。给我这幅画的人是怕我不肯依你，特意画幅画来激我，他也太小看贫僧了。大师，是不是治疗蓉儿的伤还需要别的灵丹妙药？不用，来丫头，让我先来给你把一下脉。大师，蓉儿怎么样？伤至五脏，气血郁结。求求你救救蓉儿吧。你放心，我会把他的伤治好的。你起来吧。多谢大师。师父，使不得呀。师父，徒弟们担心您的身体，师父就允许我们兄弟四人联手为着姑娘疗伤。你们的功力够吗？能医得好这伤？弟子愿勉力一试。糊涂，人命大事，岂容轻视？这二人必定受奸人指使而来，师父万不可中计啊！不要再说了。莫说这两个人是七公的徒弟，这丫头又是药兄的女儿，就算是陌路之人，受伤求到我门下，我也断然没有拒绝之理。出家之人，岂可失了慈悲之心，见死不救？啊！可是，师父，别说了，你们都退下吧。你守在这里，任何人都别放他们进来，就算是我的弟子也不得放入。这关系到这丫头的性命，你要谨记。晚辈谨记。丫头，不要害怕，你要全身放松，不论有何痛痒异状，千万不可运气低于。嗯，伯伯您放心，我就当我死了，一动不会动的。您怎么样了？蓉儿，蓉儿，蓉儿，火焰山呢？冰窟呢？
黄山，什么冰花？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来到火焰山的旁边，然后又进了一个冰窟里面。反正我一会儿觉得身体特别的热，一会儿觉得浑身冰凉。丫头，你这伤好了，休息一两天就没事了。大师救命之恩，晚辈铭记于心。谢谢伯伯。静儿，你不离骨气，生死相守的拳拳之心，贫僧虽是方外之人，也是感动之深。你们知道吗？师父为了给你疗伤，已经武功全失，需要五年时间才能恢复。大师，这是真的吗？姑娘身上受了极其严重的内伤，需用阴阳指加上先天功打通七经八脉的各大穴道，方能疗伤救命。但是要用此功疗伤，本人却是元气大伤，五年之内武功全失。此后五年之中，每日每夜均需勤修苦练，不能有丝毫差错，否则不但武功难复，而且轻则残废，重则丧命。伯伯，蓉儿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报答您的救命之恩。到底是谁指点你来这儿的？是英姑。果然是他。我终于明白那三个锦囊的意思了，原来伯伯在救蓉儿的同时，自己的身子也会受到极大的损伤。画中的故事是来自于天竺角城，有个名叫释毗的国王，苦修得道之法，一日有大鹰追逐一鸽，鸽飞入释毗王腋下，大鹰对释毗王说，如果释毗救鸽，大鹰就不免饿死。释毗王于是取道，自割骨肉与鹰。那鹰又道，国王所割之肉须与割身同等重量，释毗王就取来了天平，割与骨肉各置一盘，但骨肉割尽，割身有地，释毗王于是继续割胸、割背、割肋，直到割完还是不及割肾之重。释毗王最后只能自己跳上了天平。我还是不明白，英姑为什么要把这幅画给大师看呢？他用的是激将法，想必伯伯替蓉儿疗伤。